不是因为我写得很精彩，而是中国故事就很精彩。2014年到的中国，如果我一下飞机就觉得终于回家的感觉。我的目标是让更多的西方人去了解中国一下，因为我喜欢中国的文化，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梦想来这里。在成都有这样一位汉学家，他来自斯洛文尼亚，名叫司马文斐，他也是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外籍教师，能用流利的中文与记者侃侃而谈。今年39岁的司马文斐与汉学的故事源于大学时期。2003年，他考进斯洛文尼亚高等学府卢布尔亚纳大学，就读于汉学专业。2006年到中国留学一年，毕业后他仍醉心于汉学研究，又于2014年起攻读汉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国明代哲学。2015年再赴中国学习。2021年，他被成都大学聘请，成为一名融漂。平日除了授课之外，他仍坚持研究汉学。要研究中国汉学，就是差不多大部分都是研究古代中国的，但是我研究好了汉学的一些基础的知识，我就是觉得我还是缺少对真正的中国的认识啊。所以在这个社会里面，在这个文化里面，在现代的文化，在实际的文化里面，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因为我很喜欢学习，我很喜欢一些新的概念，新的东西啊。所以我就是觉得，如果待在中国研究中国是比待在我自己的国家的更好玩啊。司马文斐表示，在他学习期间接触了中国历史、哲学，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古老、深刻，很有意思。因为我的台湾导师啊，他是跟我推荐不要用一些西方人对中国的一些看法，因为这样永远都了解不了中国的思想，最好就是从中国自己的文学方面来看那个他们的作品。这样的认知是司马文斐多次赴华留学并定居的根本原因。他也鼓励汉学家们来中国研究调研，而多年在中国学习、工作、生活的经历也让司马文斐萌生了新的想法。他说，斯洛文尼亚的汉学研究大多针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内容，但中国现在的发展非常迅速，汉学家不能仅研究古代中国，也要研究现代的中国。因为我在这里生活得很愉快啊，然后我就是想要全世界认识真的中国，就是不是别人想象的中国。司马文斐告诉记者，他想好好地向斯洛文尼亚人讲述中国的发展，吸引更多汉学家以外的群体来了解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度。我是觉得需要有更多的了解交流啊，先要有两个国家的关系啊，然后互相了解文化，才会有汉学家以外的人愿意来中国。那这样的汉学家就可以当一个怎么说，当一个桥啊，就是我们可以帮助别人。这四年我能待在中国，这是很幸福啊，就是很少外国人有这样的机会，不是所有的汉学家都有机会能来到中国发展。但是这个幸福也是一种负责任啊，不要把这个机会浪费掉，就是还是需要就传播中国文化，还是需要说那个中国在哪方面做得特别好啊。所以我了解两个文化过后，我是不是最好的，但是我还是觉得我自己可以好好的跟斯洛文尼亚人解释中国或者成都的一些特点啊。所以未来我希望就是用这样的办法，会有一些非汉学家的人，就是比如说一些企业或者一些学者在另外一些那个学科方面来成都发展。不久后，司马文斐将要回到斯洛文尼亚探亲访友，除了分享自己幸福的帕尔多生活外，他还计划为原汉学会策划一系列活动，希望通过交流让汉学爱好者了解中国新的发展和变化，吸引他们到中国来走一走，看一看。